层峦叠嶂的湘西大地本没有中心地带，更无所谓边陲。这座小城扬名于世的最初原因与一部小说《边城》有关。凤凰古城跟小说里描述的那座小城有很多相似之处，因此引来了大量探寻者的脚步，于是凤凰古城渐渐热闹起来。在山地生活，临水而居是最好的选择。离水太近，人们就用木柱支起房屋，成了经典的吊脚楼。将古色古香发展成特色旅游，当地人用双手打造了一个度假天堂，吸引着天南地北的旅行者慕名而来。如今凤凰早已是闻名全国的旅游胜地，几十公里外凤凰古城甚至有了自己同名的机场。